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春秋君，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。今天咱们聊一聊和尚和道士的问题。鲁迅曾经说过，人往往憎和尚而不憎道士，懂此理者懂得中国大半。鲁迅先生的意思是说，看人要看透本质，和尚和道士就是不同的两种人。虽然他们都是修行中人，但是和尚和道士所作所闻却有天壤之别，看透这两种人就看透了这个世道。大家也许发现，在太平世道很难看到道士，和尚却常见，这是为什么呢？这是因为道士都喜欢隐居到深山里潜心修道，人们往往忽略了道士的存在，而进寺院烧香拜佛。此时和尚向善男信女观树捐资献佛，信徒都会向寺院敬献香资以示膜拜，其实这些布施如来佛一分也得不到，都流向了和尚的腰包。和尚利用人们对佛崇拜的心理骗取钱财，因此寺院富得流油，和尚们一个个吃得肥头大耳。相反，道士在深山里修行，远离喧嚣的尘世，安贫落道，吃素讲道，沐浴在天地之间，因此道士个个长得很瘦但很有精神，因此后人都以胖和尚和瘦道士来形容两者。但逢乱世，道士就会肩挑正义下山救民于水火，比如武当山的张三丰道长，在蒙古侵略中原的时候带领众弟子下山帮助宋朝抵御万敌，又如传真教道长丘处机74岁高龄仍不忘为民解忧，为了劝说成吉思汗止杀爱民，徒步35000里到西域去劝说成吉思汗不要滥杀无辜。丘处机的这种精神感动了全天下百姓，当然也包括成吉思汗。随后蒙古与南宋达成了和解条约，而和尚在乱世做了什么呢？在乱世，和尚龟缩在寺院里吃斋念佛，哪管百姓的死活。少林寺18鬼僧救唐王，救的是李世民，并非芸芸众生。远的不说，咱就说前几年遭人非议的少林寺吧，那些破事其实我都懒得提，大家有兴趣可以用头条搜索一下。在历史上，和尚娶妻生子有违清规戒律，但道士却可以娶妻生子。从这件事可以看出，和尚是修口不修身，道士是修心不修身，两者形成鲜明的对照。老百姓也不傻，暗憎分明，谁好谁坏心中自然知道。在市面上，许多好吃懒做的和尚打着宗教心旗号骗吃骗喝，道士这种负面消息却很少，因此和尚留给人们极其恶劣的印象。从形象来看，和尚大腹便便，一副脑满肠肥的样子，令人厌恶的大肚子。相反，道士骨骼清奇，有仙风道骨之身韵。再就是和尚属于为外来引进佛教服务之人，而道士则属于土生土长的道教信徒。我想这也是人们憎恶和尚而不憎恶道士的原因之一。好了，就聊到这里吧，最后别忘了点赞关注秉烛读春秋，感日再见，拜拜。